操，毒牛还是毒牛啊，毕竟国土啊，抓着一个小兵就开始咬了，什么鬼，很生气，感受到了国土的愤怒，抓着是一个小兵泄愤。哎，这个 boom 是谁啊，我以为是那个呢。地狱领主是谁啊？地狱领主，你说的是大屁股吗？猎主吗？地狱领主是谁啊？还是这个，还是亚巴顿啊？猎畜吗？那个加五十点，加五十的生命恢复速率，是这个英雄是吧？你是真不知道这个五十的生命恢复速率在屠夫爸爸面前有什么用。你看屠夫他跟你玩赖的是什么，加一百的腐烂伤害，一百二的腐烂伤害，我觉得他每秒的伤害240，你敢跟他打？屠夫这个版本很强的，如果他请，哎，勾到了一个，哎呦，没对，红包冲脸了，这红包抽脸怎么打？打不了呀！这些小鱼人还想引刀切，引刀切没跳到，没跳到 ，VS 还在绕 ，VS 还在绕，哎呦哎呦要被锤了，锤没了，哎这边什么情况？听说你叫 SA， 哎没睁眼了，我去。灯也没了，这一波好危险啊！小鱼人是残血跑掉了，这波如果小鱼人死了就血崩。哎，这边，哎，我操，还好这个相位皮跑得快。屠夫真的也，其实他屠夫二十五级的天赋，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都很屌的，加120的腐烂伤害，好强！这英雄本来就是一坨肉顶在前面的。翻倍，天辉中塔需要支援，过渡可以，过渡可以的，前啊，这火猫厉害了，我的哥，哎，兄弟，哎呦，哎呦，这兄弟有魔棒的，有魔棒的，魔棒，吃一下。有这个，我操！哎，国土僵硬啊！国土这边想自杀，你知道吧？他要死前再勾一下兵，哪知道他没注意看自己的一个状态，被这个棒子弹死了，满级的一个棒子，一级的棒子就弹死了，一级的棒子这么厉害，一点伤害，130的一个，140一个勾，140的伤害。哎，这幽鬼，哦不是 PA， 这 PA 我操！哎，看一下第四盘有没有开好吧？这把要随时关注，他们现在好像节奏加快了。哎，版本更新，这边好像有个更新要更新，这边退一下 DOTA 更新一下。再拉，看一下房间好吧？哎，点错了，我去查看房间。
WC 的房间9个人了，好吧，给个讯息，9个人了，马上就满了，马上就好了。啊，应该是马上就开了。这边再观战一下路人，看一下眼哨的这个影魔，看一下对线。这边好像有齐天大圣吧？我好像看到齐天大圣了。果然有齐天大圣。死人这边没拿锤啊！好有个死人没拿锤，好僵。这边猛马在刷一个野战人，被全能看到了。我去，这个全能，这个全能好心动，这么一大波残血也好心动。心动不如行动啊，兄弟，心动不如行动，上去就是一口加血，我操！我操！哎，这兄弟加魔免加早了呀，那没了呀。哦，这边好像不早，好像不早。开了这个香味鞋没了。三下，一棒下去四下没了。心动不如行动，心动不如行动，果然是抢到了。塞拉又23-2，我操！这边正义的伙伴有点凶，我操，差一点点，感觉有一个剪甲牌的就没了。塞拉已经报警，塞拉已经报警。僵硬，其实我发现现在这个版本理解的还是不是特别深啊，对这个高地的这个泉水没有什么人有什么深刻的体会。其实有的时候现在 TP 回家不如 TP 这边，因为这边其实前期一个小泉水的一个恢复是比泉水还恢复还要快的，其实 TP 这边就可以了。但是好像刚刚影魔有魔屏 ，TP 回家的话也还行。就高地这个泉水经常没有看到什么人用的，这个高地泉水，这边我操，松露单杀，哎，上路这边死人，我操，这死人好凶啊！我操！泡沫想要干事，泡沫想要干事。哎，没有想干事，想要逃命。这兄弟想要逃命，我看出来了。这比赛应该快开了，赶快找一下，不要，哎，还没开，还差一点人。伸个懒腰。哎呦，哎，中路塞拉被斩杀了吗？哦，被蓝胖有了。蓝胖的一波游走，对不住了。我猜隐魔天辉上塔气色不是很好，控制从了呀，杀不死的蓝胖子呀，杀不死，我操，可以杀死了。这边大圣来了，大圣说我来也，猴子哪里跑，打他一棒打下去，直接满血。猴子哪里跑？啊不，妖猎哪里跑？不，妖猎哪里跑？这猴子看到没？有多屌？他妈一棒下去满血了，我去，残血到满血。430，430不知道呀，可能会组队，我觉得可能会组队。430反正也是说休息半年嘛，因为要哎。
要结婚嘛，结婚了吧，大妈，反正430是休息，也是休息，年后再看吧，年后就知道了。这东西毕竟是职业圈的内部人员才会懂的消息，你像我们这些小姐说了，知道吗？我操，这一套操作可以的。我看大妈最近直播的挺勤的，而且新版本确实很诱人，好吧？新版本真的很好玩，就打职业不是不太可能。哎，大妈新版本感觉到了一丝激情，看大妈玩这个 DOTA 2新版本，感受到了一丝激情，不是不可能再复出吗？哎，所以看到蓝胖了，等大四在蹲，想等一个 SK 的刺 ，SK 没刺。大圣真的10分钟的标配装备，上位回音战刃，没有这个装备感觉真的不叫大圣。这个英雄前期对线就是优势，只要一优势就是上位连击刀之后好强，抓子你打理就是三下，是吧？连击刀的那一下不算。哎，这边变色了，这是为什么变色了？大圣至宝会变颜色吗？还没买大圣的是吧？说实话没买，不太懂。这大圣竟然变了个颜色，你敢信？哎，比赛应该快开了吧？别搞我呀！看一下，比赛开了。比赛开了，应该在那边找到。果然，进比赛。这边刚开，好吧，刚开一秒都不到。很关键，这个时间点掐的恰恰好。这边什么情况？两边还没有选哦，这边危机还没有选一个 BP 的人。这边 IGV 的 BP 是拒绝者 ，IGV 的 BP 是拒绝者，我没有看错的话是拒绝者。说实话，前三盘我还是没有太注意 IGV 的一个 BP 手是谁。第四盘我是注意了一下 ，IGV 的 BP 竟然是拒绝者，以前好像是苏鹏的一个 BP 啊，以前 IGV 应该是个苏鹏的 BP。这边还没有选 B， 还没有选，这样的话要随机了吧？时间，还没有选，什么鬼？危机这边电脑出问题了吗？感觉危机电脑出问题了，没有选，是不是有人掉了？也没有看，这边没有选 BP 手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 BP 时间。谢谢订阅，那就主播可以去订阅一下，好吧？谢谢大家。是的，上一把他妈上一把太子加盖哥这两个双酱油，前期是把整个局势都盘活了，是吧？2分钟破了下路一塔，然后两个酱油是吧到处游，是吧？小精灵杀鸡啊，什么拉比克中路帮啊，上路帮啊，很关键。两个酱，他们这两个酱油现在感觉打得非常的凶。哎，这边好像是感觉出问题了，应该是没了，还没有。哎，我又点错了。感觉应该是重建了。其实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一个。我比赛比较多，这边什么开黑什么的播的比较少，因为不太好意思，好吧？主播算是一个嘴巴选手，单排只有5000分，这边不太好意思单排，不好意思。
哎，这边好像，这边进来了，进来了，我以为他妈出问题了呢。如果大家，我觉得大家一个心态肯定是，主播如果太菜的话，直播什么单排什么的，肯定不太喜欢看，是吧？赏金沉默，这边是放了 SA， 这边危机已经领会到了一个真谛啊！觉得对面那个 SA 是吧？你喜欢猎狮路玩，好让你玩。这把危机是很明智，说上一盘能够看出来一个不游走的 SA， 喜欢在猎狮路混经验，对危机这边来说威胁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危机来说威胁并不是特别的大，对吧？是直接放了对面一个 SA。也不错，也要有人，嗯，对对对，谢谢兄弟的鼓励，好吧，我也啊，谢谢兄弟鼓励。这边危机是一选选了一个大鱼人，感觉好像很勉强，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志向，好吧，当一个专业的解说，然后我还想冲一下天梯六千分，可能等我哪天天梯单排冲到六千分，我就会有时候带来一些单排，好吧。毕竟六千分其实是个坎，感觉有六千分就会经常能够排到一些职业选手，这样的话有可能某些职业选手的粉丝就会来看，这样的话也能更吸引一点人的眼球，是吧？好吧，这样的话不说太多废话，这边是看一下两边的一个 BP， 这边危机是一个一选大鱼人，这边 IGV 是一选的一个蝙蝠加力丸，这边是这一盘是一选了个蝙蝠，把一直来的一个招牌英雄。这边力丸还是选了，非常相信这个 Dog Fights 啊，非常相信他的力丸，非常相信。这边危机是点了一手巫医，这巫医点的感觉蛮僵硬的，为什么不点一手神谕者这种英雄呢？巫医的英雄其实不太克蝙蝠吧，这一手最好还是点一手比较针对一下蝙蝠的英雄。这边是搬了一手小精灵，上一把对吧 FY 的小精灵确实是发挥的很亮眼。这边这一盘是直接被搬了，其实小精灵也还不错，小精灵的大招也是能够打断蝙蝠的一个拉的，如果小精灵很肥的话，这边小精灵也是能够救到蝙蝠拉的人的。诺搬了一手伐木机，这把是不是危机还是比较凶，不太想拿一些反手比较厉害的，还是想打一些主动的进攻，所以的话是搬了一手伐木机，有可能是个四号位大鱼人，因为这一手巫医的话应该是 DDC 所使用啊，通常情况下来说应该这个巫医应该是 DDC 所使用，所以来说的话这手大鱼人很有可能是有可能不能说很有是一个很有可能是个四号位大鱼人的，然后再选一手三号位什么羊神的什么，比如人马呀，比如斧王呀，或者是大屁股啊，或者是那个深渊灵族猎族啊，都有可能。所以这大鱼人现在不是很明，但是 IGV 这个蝙蝠肯定就是明的了，应该是个三号位的蝙蝠。其实 IGV 这边 BP 方面就是还是挺僵的，变化不是那么多的，他们这两手其实定的就把三四号位定的死死的了，就是比较容易，还是比较容易针对的，还是比较容易针对的。那蝙蝠这种小强啊、神域啊什么，就是很多可以针对他的英雄都是没有被搬。就蝙蝠其实如果想针对他的话，蝙蝠是没那么好发挥的。力丸这种也是很容易就选出一手什么，比如发条什么的，就力丸其实没那么好玩的。或者是什么选个白牛都有可能，白牛直接盯着力丸冲，这白牛怎么玩？哦，这力丸怎么玩？全场被人盯着干的力丸是玩不了的。哎，谢谢这个嫂子的故事的520个子丸，谢谢谢谢。对 IGV 我觉得这两手 BP 其实蛮生硬的，不过他们确实是打得好， IGV 最近的比赛看下来他们五个人的一个默契是实在是非常的好，默契非常的好，他们这个中期的节奏太完美了，而且拒绝的这个发挥也非常的稳定，
就整个就是一个带头大哥带着一个四个默契的小弟，这个就是一个团队的力量非常的强。这边看一下危机的第四手班人，班里是黑鸟，这边我言我言萨卡塔的一个，已经连玩了三盘还是连玩了三盘黑鸟了吧？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反正这边是搬掉了他的黑鸟，玩的太多是手感会比较热起来的，所以说搬一下，断一下他的手感。你突然换连玩三盘黑鸟，突然换一个英雄玩，是有可能会造成那些断电的，是吧？是很有可能造成一些断电的，毕竟这个黑鸟他玩的也不算差。这三盘看下来，他黑鸟玩的还算可以的。阿基维这边第三手怎么办？中单伐木机黑鸟都被办了，先选了一手去接走了一个招牌死温。这样的死温这个点，三号位会选什么呢？还是就是三号位大鱼人了？其实三号位大鱼人是。比较比看到死温是比较头疼的，所以打团时候死温一声战吼，大鱼人这边只能提供控制，他那个大鱼人这边鱼人随机这个踩就是伤害其实会被削弱了很多，毕竟这是个物理技能，对面护甲高的话伤害是要被削很多的。点灯这边点灯也是的，这边一个点灯敌方满级的一个战火的话，加20点护甲，点灯的一个伤害也是能够削很多，点灯技能的威力吧也会被削很多。龙骑士还是先选那首教练的龙骑，这第三手无限选，哎，这边危机感觉第三手就是无限给教练点龙骑，这边感觉下一盘龙骑就没了，如果还有第五盘的话，感觉龙骑肯定是没了，好吧，期待一下第五盘龙骑肯定要被办，这龙骑盘盘点。只要第三手有龙骑，感觉危机就会点出来。教练最近感觉打龙骑要打吐了，打龙骑，然后想到了80副军团指挥官，这边又是选到了第一盘的一个对线，龙骑对阵军团，那一盘军团的发挥跟龙骑还是中路的一个五排，但是中期的一个发挥，军团是比这个龙骑更好一点的，那一盘。那个萨卡塔我言那个军团发挥还可以的，还剩五秒。军团指挥官选了一个算是有变体精灵，选了一个水人，藏了一手，感觉第五手是藏了一手，感觉危机第五手是藏了一手英雄啊。这手大鱼人，对吧？就让你做猜到我是三号位还是四号位，让你猜。看一下 IGV 这边怎么想的，因为我觉得 VG 这一套阵容选下来 IGV 并不是很怕， IGV 这套阵容真不怕。军团指挥官这个英雄其实是很克水人的，水人这边对面有个逆玩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隐身一个 Blink 破你 Link， 然后军团指挥官秒接一个决斗的话，水人这边转不出血，直接会被秒的。尤其是死温的英雄，配合一个逆玩的物的话，水人这边不太好发挥的。就死温的英雄没有那么的怕一个变体精灵，好吧？我觉得这边危机一定是一个四号位的大鱼人。我觉得这边是搬了一手冰魂，这边水。搬了一手冰魂水人比较怕的英雄，我觉得一定是个四号位的大鱼人，不然的话这把他们阵容非常的难打，非常非常的难打，不是我说假的，真的很难。他们一定要选出一个三号位非常关键的英雄，能够打团，能够顶在前面，让这个水人尽量的少吃点伤害，就感觉是个大屁股了吧，或者是发条技师，果然是点了一手三号位发条去吃伤害的，这发条点出来也没那么好，因为他们你知道吗，他龙骑还好，变龙之后是个长手，大鱼人是个近战，这样的话三防守也还行，但是发条跟大鱼的一个配合的话就比较少了，发条跟大鱼的一个互动就会比较少。干扰者这边是点了一手干扰者，比较不是很怕发条的一个点吧，发条这边前期没有推，这边 IGV 没有推的情况下，发条勾过来可以被干扰者的一个恶劣偏势直接是低回去啊，直接飘失回去，
这手干老子点的感觉是有想到哎，危机这边会选一手发条，直接是非常的果断选了一手干扰者。这把水刃是无敌的吗？水友们，你们不要搞我呀！那对面有 SC 这个英雄，本来水刃这英雄就比较怕沉默，然后有一个 SC，你说水刃这把前期他出什么装备？他是出林肯好，他不出林肯，他出推推这边，只要给 SC 找到了，然后就是被军团一个决斗，他就没了，是吧？你他只要被军团一个决斗，他就没了，会被蝙蝠拉。他出林肯这边 SC 也可以有一个物加，可以不林肯可以破他林肯。这把水刃很难玩的，我跟你说，这把水刃特别特别难玩。这把水刃怎么无敌吗？这把真的，我说了，前四手看下来，危机是很僵硬的一个阵容，他们没有人吃技能。这把还要选了一手发条，强行去切割战场。这把阳神的一个发条，如果能够很肥很肥的话，能够早点出到什么 A 杖推推，这把刃甲是不太推荐的。这把我是不太推荐阳神出一个刃甲的，因为他这把刃甲就是前期可能有一点点用，但是打到中期必定是个废物一般的装备，就这个刃甲用处不多。他这把如果能够早点裸出一个推 A 杖的话，打团尽量多勾几下。对面毕竟是个近战多的阵容啊，三近战，尤其蝙蝠这个英雄，就萨尔这个英雄也是个比较怕发条的一个英雄，就你前。他可能有一个恶劣偏食，可能低你回去第一次，但是第二次等你发条 A 杖勾再勾一次，再勾出来的时候，这个萨尔基本上就只能看了。这边死人，这边 IGV 的电脑好像有问题啊，每次进来都会卡一下，都要调两个人出去。这把发条其实能够早点出到一个推 A 杖的话，危机这边还是比较好打的。但是讲他们其实，他们第二手如果是点的是一手神域什么的，感觉就阵容比较好配，你知道吧？甚至他们可以直接中路点一手哈斯卡什么的，我直接对面就僵了，打不死。其实这边叫什么 IGV 这边阵容的爆发是不够的，IGV 这个阵容真的是没什么爆发。但是就是因为 VG 这边其实看上去也没什么肉，没什么肉，龙骑这个英雄也没有那么的肉，没有想到。哎，这边怎么全掉了？这边 IGV 的人是连了进来之后，VG 的人是掉了出去三个。又掉了，我去！我总感觉龙骑这一把在对面并不算很肉，很容易就没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打起来的时候再看一下。夜流来袭，这把水刃其实没有敌法来的好吧？有没有？也不好说。敌法比较怕萨尔，就是敌法比较会怕萨尔的。还有什么盒呢？站桩盒也没有，龙骑配。不好配，很难。大哥方面暂时没有什么想到特别好的大哥。没有人能够断一手，这边英吉莱什又掉了出去。四号位大鱼人，杨神，杨神这把发条很关键呀，
很关键。不过对吧，其实对线压力没有那么的大，对吧？羊神猎食鹿是很容易起飞的，一个大鱼人很有可能过来帮他游走。然后这边斯文这个英雄，好吧，线上不厉害，斯文这个英雄线上不厉害。然后打，尤其是打还打还是发条，打发条这个打近战非常厉害的一个英雄，他很有可能被弹个一两下就没蓝锤了。这边萨尔这把萨尔可能出门要多带两个小进化了，需要多带两个小进化，靠这个苍穹震击，雷霆之击，以前不叫苍穹震击吗？改名字了好像，雷霆之击去消耗一下发条的血量，让这个发条不要打得太过于凶，不然发条如果血量比较残的话是不敢打得太过于凶的。如果发条满血，很有可能看到你死问，我觉得你脸上反补你的兵，增补你的兵。这个死问其实是没什么脾气的，没有什么太多脾气的。因为发条是一级 TP 出来，带了一个真假眼，看一下，这边碰到了。哎，杨森头很硬，杨森头很硬，这真假眼直接就塌了，这不是搞事啊？没了呀，这边速破肯定是反的呀，秒反。哎，我操，我操，牛逼！一个睁眼反两个眼，阳神僵硬。哎，这个眼位确实可以啊，你看现在人都喜欢插这边，哎，其实刚阳感觉没有插这个位置，插这边插的稍微边角一点就好了，插的就正好这个位置。这样的话，这个苏鹏这个眼位就牛逼了，对吧？这一个眼直接反掉两个，两个队已经商量好剧本了吗？可以可以，这边抢福，这边一个弹弹乐弹起来，还马上又有彩，这边不追了不追了，直接是控福，三层有了，控福。我操，这个大，哎，现在可以看到没？被这个蝶有什么？这大云的应该身体，我去。金黄金黄的，这大鱼人，这个版本的大鱼人身材比较修长，好吧，比上个版本的，就上个版本的大鱼人就比较臃肿，现在大鱼人看好修长，修长的身材。哎，教练第一个补刀很稳，直接是反补了。发条，看看萨尔这边是不是带了，没有带小进化，这样的话没机会啊。这边发条是有大药的，一个大药吃就把血量吃回来，这边感觉就压不住这个发条了，感觉是压不住这个发条的。这边弹了一下斯文的蓝，哎，僵硬。这边一波兵过去，还好这边萨尔是能够拉一个野的，这样的话发条也没有混得那么舒服。哎，我感觉发条要单杀了，你再反补啊！这边勾了一下兵，这边狙击手还好，非常机智的勾了一下兵。如果再在塔下反补一下，这边发条走上去就是把兵一框，然后兵一枚一个弹框住之后，一个弹幕冲击，这边要被塔打。这边看一下，我操，这边是拉了一波两波野，哎，直接是消耗了一波兵。这萨尔已经没蓝了。没有带小进化的萨尔呀，僵硬啊！边巨蝎子又被弹了呀，不过还好巨蝎子这边是把出门带了芒果。发条血量还是可以的，杨森打着稍微谨慎了一点。中路这边看一下，蝙蝠这边是直接打野，又是直接打野，这边 SA 又是在上路混。这把主要这边是一个 FY 的一个大鱼人，是一个大鱼人啊，不是远程，游走能推塔能力也不强，没有等级的话游走能力也不强，这边需要一个二级吧，至少有个加速，能够有个移速的一个加成。什么情况？我这边大鱼人是游到了对面的一个。对面的一个野区，把这个符吃掉了。看这里，
感觉哎没给电到，漂亮，神经花刚磕的，不太想被电掉。这边也是帮死，这个也是帮一个死人在囤一个云，囤一个大爷啊。这边死，大爷都死了，难受。中路的一个补刀可以看一下，教练跟这个军团还是打了一个五排，跟第一盘一样五五开，但是教练这边还有四个兵，应该是教练还是稍微小油吧。哎，这个兵没补刀的，这样的话，哎呀，又没补刀，僵了，又没补刀，僵了。刚说小油就没了，五五开，五五开，这边大鱼人二级，这个大鱼人发小死了，哦，蝙蝠来了一波游走。蝙蝠刚回家补了一波，没太想到竟然出来会，直接是带了一个鞋夹鞋垫，直接就出来游走了。这边而且三波大爷，这样蝙蝠会不会烧掉？还是留给斯文？这一波，硬直来了一个游走。哎，杨森是，哎，又过来吃福了，舒服。这边 S A 要赶露头就没了，因为大鱼人已经落后了。进来早了，找到了，一脚踩踩到一个波波进来，一个坦坦乐诅咒带走。这个该死的，这边蝙蝠在，这边想杀我的，这边差点被杨神反杀了。杨神这一波打得好凶啊，这边还有一个没有泉水喝，但是。这边看是不是哦，绿鞋的一个发条，但是我可以通过绿鞋来个回个血。这边死位没有蓝，但是这边发条是线马上过去。哎，这边也是被清掉了，蝙蝠应该是把这一波也清掉了吧？看一下补刀，死位41个补刀，死位清的吗？感觉像是死位清的，死位是开大了，没有开大，那怎么清的？蛮奇怪的，这个也没太注意到底是谁清的。蝙蝠如果清掉的话，等级应该不会这么低。这边上路 SH 又被击杀了，哎，这边，哎，没看错吧？举多了，哦呦，没加到攻，还可，哎，死不掉吗？死不掉，漂亮！这一波这个萨卡塔人品是有点差，没怎么出被动，如果出了一下被多出一下被动他就死了。这边真是天命太子啊，天佑太子，太子这都没死。这边连控两个赏金符也是舒服，大鱼人前期的经济还是很舒服的。这边上路一个泉水，没有想到来吃。下路龙骑直接来到了下路，这边发条看一下发条的等级六级了，但是发条没蓝呀，发条没蓝呀。这边这个鸟的飞向好像被看到了，这样的话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来下路了。哦，龙骑也是走了。这边IGV 的人稍微缩了一下，这边斯文又是一个疯脸的一个出装，看蝙蝠的一个状态吧。蝙蝠这边还是个更新的一波装备，出了个大魔棒加绿鞋，没有想到速速跳刀。这边什么？这边大鱼人下来被一个萨尔的一个恶劣偏视击了回家，然后这边无意又是踢了下来，想保住了发条一条命。这发条是不太容易死的，发条是不太容易死的。还是说想动一下拒绝者的手？应该不是，刚拒绝者都开大了，感觉应该是 IGV 的一个动作，没太注意看。那上路水人又是在推一个线，但是没有圣殿啊，没有圣殿的话不太好推。这边塔300血，有这边一个高波视野，看一下能不能 A 掉。我去，我疯狂漏人头，什么情况？这边龙骑赶了过来，龙骑有龙的变龙，踢到了军团，但是军团有那个。有坦坦乐，哎呀，没机会，这边反打了，这边一个弹是把这边龙把这边弹走了，还好，这样的话应该没危险，没蓝了。这一波是要反打的，这边
军团是一个四级 W， 你凭什么敢跟我打？这边上路大鱼人是右手走了过来，配合一下水人。哎，这波人头好多啊！将下路也在打，下路也在打，上路也是杀了。不好意思，落了几个人头。OB 敏捷减一。我的，这个人头这一盘人头漏的有点多，这边发条一个勾，好吧，这个人头我不会漏。这边勾到了这边，Swain 这边龙骑一个 T 带走，好吧，这个人头我不会漏了。这边大鱼人又是在游到了中路，做了一个中路的一个高坡视野。这发条很关键的，好吧，前期这边 IGV 的几个人还是比较怕发条的。就尤其都跑得快的，比如军团指挥官这边一个压倒性优势，一个400多移速，直接就是被你发条一个勾，你跑不掉。这边龙骑没龙了，这边塔也是不太好逼，应该危机要选择一波撤退。这边斯文萨尔先踢了下来，兄弟别搞我呀，别搞我呀。这边这把这个 SC 一如既往的上路混的还是很惨，还是很多很惨。被杀了三次了吧，没看到被杀了三次。大鱼人这边74的一个经济，下路这边蝙蝠762，这个不错啊。死人这边也是连死两次，应该是这边死一次这边死一次，经济有点惨，开了个大招在塔前。好吧，死人的英雄补的就是快，就只要你会打钱，这英雄有事没事开个大打钱，刷的是很快的。这边危机的一波节奏，这边大鱼人是看到了死人这边又是没了，要踩踩到，哎，荒柱没有点灯，这边但是龙骑士过来了，这边应该走远了，这边感觉是没了呀，直接 A 死。这边大鱼人又是要踩踩到，这一波。IGV 还想打，这边 IGV 还想打，我没看错吧？这样，这边龙骑是在被追，但是无疑这个大招爆炸了。这一波 IGV 竟然想打龙骑，这边还有魔爆反身一个 T， 踢出来吗？踢不出来，踢出这大圆摇踩龙骑一个 T， 我去，我真的是没看这一波 IGV 凭什么打？这边危机果然是一波大油，你竟然敢过来送，能够只能过来了。这一波危机是一波零换四啊！太屌了，这边看一下泉水140几秒，这边上路泉水是好的，这样的话不去吃上路泉水吗？不仅有个一边，这边是看到了一下，哎，这边羊，哦不不，这边妖精这边卡位了，这边羊人是一个，这边杀一个低了回去，但是那边有波的一个波走，没机会，跟羊人也是刚有点小心啊，没有靠得太紧，一个框掩护了一下。哦，可以，我看一下经济面板，这边经济面板水人肯定是全场第一，好吧，然后不好意思，看了，这边发条又是一个勾到了，这边军团看到没，都跑得快的，就是怕这边一波塔被踩了，但是这边这一波他攻一口火死了，漂亮，这一波漂亮，这边真的是需要点出一种三号位出来啊，非常的漂亮的。你说如果这把是个三号位的大鱼人，你十几分钟的时候都在打跳刀，鬼看不到你的影子的。哎，这边 FY Guard 是把鞋子丢到了小背包里面，这样的话不会破损吗？我很好奇。果然是崭新的，丢拿出来之后牛逼。哎，这个小技巧他可以学习一下，以后在塔下补兵，不想这个精密之鞋被打断的话，就把丢到这个小背包里面去。这边松露是打了起来，军团一个决斗，这边发条是被带走。看了一下，这波 IGV 很凶，来势汹汹，但是看龙骑有没有龙，龙骑有龙的，这样的话 IGV 危机是不太会想放这个塔了，龙骑变龙了，这边塔防是没了，这边看我先喷了，这边一个弹了起来，这边是被军团的一个决斗，军团的一个强攻是回了一点血，这边龙骑很肉，但是被死人疯脸追着，这边大鱼人是过来，这边水人为什么没过来啊？哦，水人没蓝，水人这波没状态，挺僵的，水人这波如果过来就很好打了。这边巫医又有弹弹乐，弹起来，这边发条一个勾，漂亮。这边弹弹乐弹起来，没有，但是没有往这个正面战场在弹，是弹到了后面。这边发条在追，但是能追到吗？这边有点灯的，这边又是个骨灰给上，这边再点一个灯，这边一个决斗，哦，这边一个强攻是 D
又点到了一个灯，但是好像追不上了。这边军团跑的还是快，这一波打了一个小亏，这波危机打了个小亏，塔被破了，然后跟对面一换二，哦，二换二，小亏。龙骑死前还要是买出的装备啊，没有掉太多钱。这波为什么说小亏呢？因为大鱼人这波是收割到了一个萨尔的人头，看一下大鱼人的经济1900，大鱼人这边马上就有一个跳刀了。大鱼人的跳刀其实是很关键的一个点，所以说这波是个小亏。虽然说他们龙骑死了，但是龙骑也没怎么掉钱。这边踢下来一个，也是直接选择撤。而且他们水人是在打钱的，刚刚那波是个4-5。哎，这边什么情况？我、哦、这边是以为看到了这个 SC 直接一个大招，非常的灵敏。哦，这边真的是看到，这本来是没看到，这边是真的看到了。这边开了一波雾，但是这个雾是在对面眼皮底下开的，这个雾应该是想去抓这家水人，水人这边直接撤了。这边妖精别搞事，妖精别搞事，兄弟。哦，没有，又没去了。这边是又想来杀戮打，这边蝙蝠没有跳刀吧？蝙蝠没有跳刀，想强行打先走。这边发了一个地滴了回来，发条开出了框。这边龙骑这边是直，萨尔这边直接被秒。这边龙骑这边发条很 low 啊，这发条这么 low， 今天想强行打这个先走。这边大鱼人马上有点灯，有加速3秒。这边萨尔应该也是走不掉了，框住那个加速踩住，点灯，不点灯吗？僵硬。这一盘 IGV 现在这个局势非常的难，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历过这种局势过，他们还是有打回来一波的机会的，就看死问这边 BKB 那一波会不会打出一个爆炸输出，还是有机会的。死问这边也是知道局势非常的艰难啊，直接在做一个 BKB 了，直接在做 BKB。 给看经济好吧，拒绝的真会刷呀，经济全场第一，跟这水人不相上下。这水人是一直没参团，一直在打钱的。拒绝的这死人还是有参团过的。这边下路这边龙骑是破掉了下路的塔。杨这个是想出什么？怎么里面还有一个树枝的？不会想出梅肯吧？应该不太可能，应该还是出刃甲会好一点。感觉刃甲应该晕过来了，果然。真假了，这把其实这么肥的一个发条，虽然前面是开局就不太推荐的出刃甲，但是这么肥的发条出个刃甲还是可以的。这把发条太肥了，这边大元又是一脚跳踩，踩到了这边萨尔直接被带走。这边大元好吧，很关键，这个跳刀有了跳刀之后，这边 IGV 的一个活动区域就要很小了，而且要经常的抱团，一定要抱团，不抱团的话，感觉被大元踩到就没了。这边大元又是一脚跳踩，没有抱团的死问，没有抱团的死问，龙骑有龙的变龙变了起来，死问呀，不抱团就是这种结果，没什么打钱空间，你就出了塔，你在塔前这边被动手，你都是要没的。没有什么说，这边好像是一个眼，这个是什么的眼？
谁呢？是的呀，我操！你们优势是干什么的呀？瞎逼搞，每次都是这样子。优势局不带宝石，宝石呢？起牙，带针眼不带宝石的咯，那你就满地插针眼了，对不对？讲道理啊。而且现在闪失不能闪失自己了，其实粉也不也得带着的。来了，双倍伤害。哎，这里跳过来想决斗。哎，这里跳过来想决斗。这里要踩。这里强行要追会出师的呀。晕到了 SA，SA 要是要被直接被秒。这边蝙蝠的话是好像被皮鞋娘给单杀了，哦不对，应该是史问交大了那样的说，应该是一换一，这样的话是上高的节奏，这波是直接要上高，这脚踩的话反应挺快的呀，应该是知道要收完这兵立马走。这边的话龙骑是有盾的，不管你高地。皮鞋羊的话从这里 TP 很机智好吧，那这样的话应该是破一路啊，这边水人的话要往后撤一点，这边水人被破林肯，大鱼先把巫医秒了，但是水人的话转属性，哎，这个波波的什么鬼啊？你逗我呢？这一个弹弹乐，我操，一个熏刀，一个波，这样子的话，龙骑的话盾都没交就破了一路，而且死人死了，那这一波的话应该是要破两路的节奏，一个 W 把龙骑的盾给打掉，其实龙骑应该巴不得卖掉这个盾呢。啊，这里的话，哎，还巴不得卖掉这个盾了，应该是直接被这里的话，哎，地破了那个，应该是直接被地，这种是各个细节地破了那个幻象，所以说这种是各个细节。如果说是你要回，你要回去补，然后你最好如果说是你要回，你要回去补，然后你最好就是把幻象往后拉，不要给这个萨尔地打，好吧？这样的话只是破一路，要破两路不是特别赚，好吧？要破两路就不一样了。米卡卡这边的话是要出强袭，这把米卡卡这边的话是要出强袭，这把的话其实拒绝者刷挺多的，一万三这种局势能刷出一万三，这里的话大鱼还是没有出宝石，这里的话大鱼还是没有出宝石，这里一个踩，这里一个踩，要走好吧，赶紧走。这边皮鞋羊的话是推推加，皮鞋羊的话是推推加刃甲，一个比较灵活的出招，可守哈，可攻和可守。看到了一个 SA， 赶紧跳走。哎呦，看到了一个 SA， 赶紧跳走，吓尿了都。
为什么有 SA 不出宝石、啊、为什么有 SA 不出宝石啊，我想不明白这一点，对吧，出宝石集宝石有优势，对吧，出宝石集宝石，这 SA 还敢动，见谁锤谁，这个见谁锤谁，跟队友这边的话幻象跟队友离自己的详细差不多，离自己的详细差不多了，哎这里先手要秒战，哎这里奇龙骑的话先手要秒强，龙骑龙骑的话是 BKB 微光一下，有隐身微光一下就一手，这里推一下龙骑龙骑没死，这里推一下龙骑龙骑没死，死温是没 BKB 的呀，这一波的话死温是没 BKB 的呀，看他怎么说，这里的话一个大招一个 E， 这里的话一个大招一个 E， 哎呦差一下，一个虚灵啊直接死了，一个虚灵啊直接死了，水人还是厉害啊，这个没办法，水人的话这边水人的话带上路线，幻象的话去带上路线，队友幻象的话去跟着队推了，队友一起带过去，把中路线推了，下路线带过去，虽然没了吧，龙骑的话变龙虽然没有没，虽然没了吧，但是还是可以推，没大招没 BKB， 这波的话十问的话是没大招没 BKB， 踩到十问，哎这踩到十问，这一个勾到，这一个勾到，那这一个虚灵刀直接秒掉了蝙蝠，那这一个虚灵刀直接秒掉了蝙蝠啊， BKB 又交了，一脚的话 BKB 又交了，点个灯，一脚踩 FY， 这里的话是点个灯，这里的话是推塔，中路兵线已经推过来了，中路兵线已经推过来了，实体在这里没有 BD 的效果哈，实体在这里，这一波的话推完走，这一波的话推完走，一脚踩又踩到十问，十问直接被一脚踩又踩到十问，十问直接被点灯之后，哇这个伤害被点灯之后，一个波三下四下，如同神一般的米卡萨，如同神一般的米卡萨，被打成了二比二平，好吧？被打成了二比二平，好吧？突然感冒又好了，我操！我突然感冒又好了，看得我有点爽，是吧？看得我有点爽。只能说 ，VG 打出了他想要的进攻。只能说 ，VG 打出了他想要的进攻，如潮水一般的进攻，从如潮水一般的进攻皮鞋这里开始，从皮鞋羊这里开始，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哦崽的精灵、哦、崽的精灵很少看见啊，很少看见啊，现在基本上不敢放崽的精灵出来，现在基本上不敢放崽的精灵出来，在比赛里面太强，这东南是什么？天怒！这东南是什么？天怒！这边大鱼的话是想，这边大鱼的话是想杀两个吧，杀两个吧。技不如人甘拜下风，我操，技不如人甘拜下风、啊、我操，这个这好气啊，这大这个这仔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感觉四三零想多了，他放大了，感觉四三零想多了、这个、猴子他放大的时候会掉下来，这个猴子啊，最后一场好吧，啊，最后一场好吧，
这波很强，这波很强，强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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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这你不走，你不走，你不走，你死了，少年！你不走，你不走，你不走，你死了，少年！你已经死人一个了。哎呦呦！你再一个 C， 哎呦呦！再一个 C。猴哥去了趟下路，猴哥去了趟下路。嗯。感觉嗯，感觉走远了呀。又被杀了，又被杀了。这边谁 TP 了？这边谁 TP 了？我操！我操！打打，树与火焰，树与火焰，再也不能让他重，再也不能让他重登荆棘之超王位。活该，活该，消失吧，来者不拒。你妈鸡啊，这个棍都能打错的咯、啊、这个棍都能打错的咯。哎，这一个勾走了一下呗，还好走了一下。他妈仔要被气死了，这他妈仔要被气死了。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太棒了，太棒了，还是点死。对，军团，哎呀，我怎么办？对，军团，哎呀，我怎么办？我的崽，必须走。捡一下，不会怀念。捡一下，捡个树。一个减速，一个减速，哪有水喝呀？哪有水喝呀，哥？他妈三百秒的大哥，搞事情啊！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嗯，战士的财宝，可口。这留着这个牛逼棒的加成，留着这个牛逼棒的加成效果，持续加成，啊、这个持续加成技能，这个。Q 技能，如果是多塔建位的话是 B 吧？如果是多塔建位的话是 B， 好吧。我从未被，天幕就是这样子、啊。我从未被，天幕就是这样子啊！就为了这个金箍棒效果，连刀都不想补了。就为了这个金箍棒效果，连刀都不想补了。对呀，讲道理是吧？是要补的呀，讲道理是吧？还补还是要补？我操！被追着锤！我操！被追着锤！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看我们伦伦的视角，正受到攻击。看我们伦伦的视角。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谁也不能居然这样，从如此谁也不能居然这样，从如此之高掉下十万段。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给给把夜眼上给给正受到攻击，把夜眼上正受到攻击。有点厉害好吧，我操，有点厉害好吧。正受到攻击，正受到攻击，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全面加固天辉建筑，全面加固。嘿，嘿，魔剑你准备好？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难道我？哎呦，哎呦，僵硬，只能说僵硬，只能说。夜眼上塔，孙猴子，孙猴子，满级的这个币的话，满级的这个币的话有两秒的余血，还是可以的。正受到攻击，可以 A 出一下。可以 A 出一下 ，A 第三下的时候 ，A 第三下的时候晕倒，然后再 A 一下，再 A 一下，是吧？如果有连击刀的话，可以连 A。如果有连击刀的话，可以连 A 两下，还可以减速，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我操，何其毒瘤，这个家雪家母。
不一样吧？怎么可能？谁让你是水管的？不是我，不是撑死就死了。个好牌。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跑起来。我操，一巴掌骨头都被打碎了，我操，这一个金箍棒是吧，大棒震击，我操，他妈的，这把 这次 WCA 这个冠军争夺战节目效果满分，先赢两场然后被连扳两场，最后打 BO5 的决赛。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天辉建筑全面加固，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现在都是觉得猴子要出个 BB 非要开那个大团战，后期中后期开不出来。上塔正受到攻击，偏刷点的猴子的话就主二技能，然后偏打架一点的话就主一技能，反正不过先肯定是先点满被动是没有错的。夜眼上塔已被摧毁，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谁也挡不住俺。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当时刀斧天怒神力，我运用自如。哎呦，什么鬼的，什么鬼。夜眼上塔正受到攻击，我最深的人机亚天，我飞得如此短暂。你的意识消散在空中，
太大意了。快看，来者不拒，边看边跑。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我操，这猴子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好吧。反应够快，我们还没打完。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应该是要走。哎呦，给给，刚夸完，没到两秒钟，帅不过三秒，好吧。这一脚踩踩到 N 个人，哎，这里，哎呀，被这个发条这个 E 打断了，我的天！你的忠诚，你应得的表扬。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帅不过三秒，好吧，只能说一个勾。推荐比较好用的英雄。